这个树上面是大蘑菇，哎，你看咱就说能吃。这个蘑菇我们那边可不敢乱吃，吃不好就咬死人呐。跟那个上，我要啥你递我啥，那大巨人那边。浩哥上去一踩一下，掉了一个大蘑菇，看。我这边来点绳子。这拉这个大厨来了。行行，松一松绳子，松开。哎。好了，好了，马上。哎呀！铅笔在啊，我不在，现在先不在。这个危险。挺好，哎，挺好。那边把我后机的盖掉了，给我拿回来。那边的后面呢？这边。对，这盖掉下去了。这不新鲜。这大来着，好几百斤。那掉饭砸碎的活儿。哪有好几百？干嘛？好几百斤你拽不动了。不是，它瞬间的。拿起来，大哥。加油。现在看为啥这树断了，看不着，都是蚂蚁先刻的，这蚂蚁窝在，你看，刻空了也是。对，大哥哥，那树干上结绳子呢，多粗，从空中落下，力量老大了。大夫，我感觉别整了，起来吧，大哥。嗯。起来，大夫，我感觉别整了。把树冻倒了，空了。
一二，慢慢往下掉，慢慢往下掉，铁了铁就拔，铁了你去拔去吧去。我拔车啊！哎对，拔住。走，你松松松，你给我推起来。不，我这又差点叫。你千万别撞一枪，我推不他。斯达克的枪。没问题。你松手，松手的，我得腿顶，你松手没事儿。你松手，我腿顶。往上一靠就完了，这个大面。往上靠，我拧一下，去。拧一下，哎，你往上一靠，俩人俩肘，他肘入凸了，把手。我这边撤。来来来，让他使不上劲儿。来，你告诉你。照那么低不轻。那小朋友出来说顾得照吧，两个小朋友看猴哥砍树爬窗户瞅，哎呀，这是小朋友都对你进行一个肯定啊。小朋友跟我们说话，但是我听不懂。我把车你拉我，哎，行了，使劲，我让一二往下，等我，拔住啊，拔住，哎，好了好了，行。哎呦我操，这车的车。夸你呢。别他跟你前，你别人家前。大哥夸你。往那边。哎呦来我听。哎呦上哪儿爬上去。对走吧。今天。是，这里有没有蚂蚁？照着蚂蚁，蚂蚁真干大事。哎，这大蘑菇，那大蘑菇。这蚂蚁老辣了，这蚂蚁能吃。我爹净吃蚂蚁，我爹。有轱辘让它粘地轱辘。哎，好了，好来大哥张猛走了。一二，拔住你啊！一二，拔住！来，行，你俩能不能上去啊？我能上。啊？你俩能吗？得上来，上去，别乱上去。把那大筐给我搬出来。看这大毛。把油门上去。哎，对，好了，好了，大哥。大你看这木头都着了，这是刚才锯的时候太热了，好像啊，锯的时候太热了，那个钻木取火就这个道理呗，还冒烟呢，这得单独拿出来哈。大哥你看那块木头都着了，它怎么着了，自己着了啊，这真奇怪，就说那钻木取火这道理呀，能不能擦的，对你这电锯能着了刚才。你都吹干净了。东西都是这。专业是。回家还没上一年啊。哈哈。哎，大哥有劲儿。重重。干完这一院的，还得上那个院儿。这是跨两家院的活。看这俩老外。半天磕呢。
你下午带着上来。对对对。哎呀，这猴哥就不用梯子了。啊，猴哥上带着上。搁那上。这都是小 case 了。扎个洞得了，这不是都行吗？给，搁这扎洞，不能溜达，溜达干啥？费这劲。我那边呗，你就错开这地方，你就往那边再直接顶这家去。哎，好了，咱再慢点走啊，再我扎两眼。扎那眼不当事儿。铺也麻烦，撤也麻烦，铺花不少时间，这撤也花不少时间。哎，刚才一起用力都没录像，太费劲了。那大山木兜一下子水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这一车大木头，卸木头呢，媳妇结婚之后还没说礼物，注意安全啊！谢谢大爷，别往黑人地方去。现在纽约还行，曼哈顿也不知道有没有人。